Hello，Hello，哎，焦博士，赵睿你好，系啦，系 啦，哎呀，睇下先吓，我见到啦，今日我哋嘅 topic 系相关于宗教信仰同埋我哋嘅健康同埋药物治疗方面嘅一啲益处同埋利弊，系咪？有冇利有错，同弊埋讲个 soul 有冇就信唔信有灵魂呢样嘢？你信咗之后嘅。呢，就会谂下咁个灵魂点可以令佢？啊，養大佢啦，整佢好啲、健康啲啊，定話有冇辦法傷害佢咧？有啲咩可以做咗會傷害個靈魂？咁啊，如果靈魂對身體有健康，咁我就會做呢啲咁嘅 linkage 嘅。咁我哋可以講下呢個 topic 咯。好，係啦。咁其实我之前我哋有套戏叫 Twenty One Grams，即系话人嘅喺过身之后咧，无啦啦会少咗几 gram，即系嘅重量嘅。系嘛？佢哋就话人嘅灵魂嘅重量咧，通常就 Twenty One Grams 咁样嘅。有咁啲你多由啲呢啦。度开始讲起，好嘛？你中意啊？可以嘅，好 好，我哋就呢度展开嚟讲。啊，好啊，好，听下先啊，半分钟之后开始。好，冇问题。麻烦赵博士 hold 住。好嘅。当地最好嘅特色酒店同埋国五星级嘅酒店，特别安排洛阳半水席、唐歌舞、饺子宴等，仲赠送学面食活动、华夏鼓乐表演。讲咗咁耐，几时出发啦？4月15号出发啦，只系3888蚊，包嚿金山来回机票，仲能够体验中国高铁速度啊！详情请致电文景假期。415-876-7888-876-7888-876-7888。而家正在星岛报星岛中文电台 SFCVIC 华埠访客中心。加尔丁角精彩门训，交通灯号转换城市节奏。星期一至五，日落逍遥。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嘅健康密码。而家嚟到下昼4:11，欢迎大家收听每个星期二下昼4到5点嘅健康大数据，我系节目主持人 Rainy。喺电话嗰边有听众朋友好熟悉嘅我哋嘅赵博士啦，咁我哋今日嘅赵博士带俾大家嘅主题咧，就同宗教信仰同埋我哋嘅健康指数。嘅一啲利弊關係嗱，其實好早之前咧有部電影啊，就叫 Twenty One Grams，咁其實翻譯成中文叫21克，呢個克咧就是、一個重量單位啊，即係個 G 啊，咁就話咧有好多人咧喺佢哋過身之後喺個磅重上邊咧，佢哋會無啦啦咧少咗 Twenty One Grams，咁有好多一啲。學者啊，或者啲人就引起咗啲議論咧，就話噶啊，由於人過咗身之後咧，就靈魂咧就離開咗個身體啦，所以咧個 twenty one grams 咧，竟然就係人類靈魂嘅重量咁講喎。啊，當然啦，呢個係一部電影嚟嘅啫，係藝術創作嚟嘅。咁究竟我哋喺呢一方面有啲咩學術方面嘅支撐咧？我哋等趙博士同我哋講一講。Hello，趙博士你好。Hello，Hello 啊。趙睿同埋大家，我哋講翻呢個 twenty one grams 就講翻1901年啊，哇，多過100年前咧，有個西醫生去量度量嗰啲究竟靈魂係幾重咧，跟住然之後咧，佢就又比較同啲狗比較，嘗試去明白呢樣嘢，就俾好多人話啦，就係話咁啊。可能冇咗水分啊，或者好多樣嘢啦。咁現代咧，2003年你講緊嗰套戲咧，嗰套戲又係一個 rehash，就係究竟嗰個一個人嗰啲靈魂係點咧？咁點解呢樣嘢重要？因為喺有幾份文章關於一個人嘅身體健康同埋啲數據咧，特別而家 AI 行成咁，咁就大家就會問起啦，就話究竟呢個靈魂咧？
首先你信唔信有靈魂先？咁如果你睇數據咧，就有就有大概83%咧，就係相信咧係有人係有靈魂嘅，即係有啲唔同嘅，同狗啊、豬啊、貓嗰啲唔同嘅。咁咧就如果係有信仰嘅咧，咁啊更加多啦。即係譬如基督教、天主教咧，就係93%同91%。如果係猶太咧就69%。如果冇信仰嘅咧，即係話我乜嘢都唔信嘅，都相信有靈魂嘅喎，原來有67%嘅喎。咁所以你幾得意呢個數據係咪啊？呢個數據話既然咧唔一定有信仰就會信有靈魂嘅。這個很重要啊。咁然後啦，亦都有一個數據咧，就話有信仰或者相信有其他超越咗我哋人類嗰樣嘢咧，可以影響到我哋揀啲咩食啊，食唔食一啲藥物？譬如如果係喺動物度嚟啊，或者啲食物喺動物度嚟啊，可以影響。譬如我唔係一定要係宗教信仰，但係咧可能係信食素嘅。很重要的，相信不想製造多些傷害對動物的，又是一個原因的。那呢就這個可以幾強的影響對我們選食和用的東西了。那這個呢就是又是多個數據了。那還有呢，就是只要有信任何一樣東西的人呢，他們呢他那個會有better health outcome 咩嚟嘅咧？即係話原來佢做任何一樣嘢咧，譬如做完手術啊，佢可能會冇咁痛，一般嘅人痛啲，佢冇咁痛。仲有咧，佢可能咧長期咧有啲痛症嘅咧，佢又會 manage 得好啲嘅，即係所有嘢咧都會有啲正面嘅影響。咁究竟點解會咁咧？同埋點解受傷害佢可以康復得好啲咧？咁又唔係所有人有信仰就等於會，亦都唔係所有人信有靈魂就係會。不過係如果大家比較，就有相信有靈魂呢樣嘢咧，就會有個大多數。即係如果你計 average 嚟講，佢個 average 就康復快啲啦。尤其幾得意下嘅喎，係咪啊？你覺得得唔得意呢樣嘢啲數據？咁啊！呢啲數據咧，簡直就係鬼斧神工一樣啊！包括其實100年前，我覺得嗰位可以即係想像到，即係人喺過身之後有靈魂離開咧，有21 gram 嘅呢個，哇！我都覺得佢哋真係天才嚟嘅嚇。嚇，冇錯，呢個人叫做Dr. Duncan McDougall 啊，俾翻個名佢先，因為好似我哋講完咗啲嘢咧，就連名都冇俾人咁啊，好似好唔好尊重咁。我哋咧就講下，就係呢個 Forbes 咧，就係2019年就登咗出嚟咧，就係話有好多人喺 Mayo Clinic 度個結論啊，就係好做完好多研究之後，係發覺咧。有翻即係有信仰，唔理你係基督教定天主教定話回教，我總之咧就係有 religious involvement 同埋 spirituality， 直情係咁啊！我費事翻咗譯，跟住漏咗啲嘢，係 associate 即係有關係 associate with better health outcomes， 包括幾樣嘢喎 ，greater longevity 即係長壽喎 ，coping skills 即係叫做人哋整咗你之後，你叫做頂得順喎，即係可以反彈，可以反，未必反擊嘅喎，但係反嘅 coping skill 即係可以繼續去啦，邊度跌低咗起翻身啦，同埋咧 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 甚至有咗 cancer 嗰陣時 terminal illness 啊，即係話冇噶啦，已經係正常冇，佢竟然可以咧，仍然都有嗰個 quality， 即係你知道冇啦，好多人就話係咁。咁就放棄佢唔係，佢會有嗰個 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咁仲有減低咗嗰個叫做精神緊張、抑鬱同埋甚至咧suicide， 即係自殺係咪叫做自殺係咪 suicide？ 就係咁樣就變咗呢句咧喺 Forbes 度登出嚟，我呢啲擺上 Facebook 咧係幾震撼下嘅嘢嚟嘅。咁我哋就。咁樣講點解咧？呢一個節目就可以解釋下點解呢個咁重要呢樣嘢。你千祈唔好因為聽咗呢樣嘢咧，就走去求其攞個信仰，原來係咧
係要真係信先，所以點解佢唔係個，因為原來有啲人咧係佢有做嗰個模式，但佢真真正正唔係真係信嘅，所以呢啲樣嘢，或者佢唔係真係信有靈魂嘅。既然基督教有7% 係唔信有靈魂嘅，呢個係天主教9% 唔信有靈魂嘅，呢個係值得欣賞嗰啲數據。我哋淨係講數據，就係話咁如果我哋再度一度，再深入啲度，你會發覺 cortisol 係一個荷爾蒙咧，係當個身體有壓力時候會揮發出嚟嘅。當佢睇到啲人有high level of religious belief， 即係唔係淨係信，但係佢有 religious belief 或者 spirituality 啊，咁咧就佢係會冇乜嘢啊，已經講咗係咁噶啦啊，甚至你可以係睇一啲分分鐘係喺廟街咧，你信你好信嗰樣嘢，咁咪寫低咗咧，咁又嗱係咪啊？話明會咁啊，咁到主到嚟嘅咧，就係、是、或者抽咗下籤嘅，佢主到嚟嘅，佢話。我一早已經知道係咁啦，我已經心理準備有準備啦。佢好信嗰樣嘢咧，就已經會減低佢個 cortisol response。佢話冇乜嘢啊，冇乜嘢，我已經預備咗噶啦。或者佛教係咪？佛教就話嗱，呢啲咧就係阿彌陀佛啦。就本身我就已經係有呢樣嘢，咁佢個心理準備咗，而佢又包括個信，同咧佢係心裏邊準備唔到，因為佢不嬲都唔信，而家真係嚟到啦，咁嗰個精神緊張咪一樣上去咯。咁好到啦，就係 Harvard 大學裏邊咧就話咧，佢有另外啲數據喎，就係話咧有71% 係美國人咧係相信有啲其他嘢。頭先我講嘅數據就係出邊有其他地方，嗱 Harvard 自己咧就講話唔係冇83咁高嘅，就係得71嘅啫。咁所以變咗有年份有唔同噶啦，老同嫩都有唔同噶喎。嗱老咧，你有冇聽過叫做 baby boomer 啦？因為嗰陣時生好多，咁啊嫩嘅咧叫做 millennial 啊嘛。但係而家有個新嘅 term， 就係有啲老嘅咧中意同啲嫩嘅，即係大家有傾有講，唔係講結婚嗰啲啊，講緊係咧有傾有講冇戒心嘅，嫩嘅咧對啲長者冇戒心嘅，大家一齊喺間公司度做嘢，一齊喺度合作做緊嘢，呢個有個新嘅 term 喎，啲英文 term 咧叫做 perennial。嗱，種植物就聽過有 perennial 啦 ，perennial 就年年都會翻嚟噶嘛。既然而家喺 Wharton 大學裏邊，呢、這個唔係我創嘅字嚟嘅，呢、這個字咧就喺 Wharton 嗰邊咧，就又而家要 coin 個 term 就係大家願意合作嗰啲咧。冇戒心叫 perennial， 嗱呢個又好 unique， 好 unique 係嘛？啊，我哋會再睇過人生，既然咧係我哋個觀點同角度，特別關於啲我哋睇唔到嘅嘢咧，原來有影響對我哋嗰個成個決定嘅。啊，咁然後啦，就會點解 Harvard 要做呢個 study？ 佢就發現咗就係、是、有顏色色素嘅人，即係 Latino 啊。黑人啊，黑人咧，即係我哋叫做黑人啦，即係非洲民族嗰種咧，佢竟然相信有一個 universal spirit 或者 God 咧，係個數據係大過一般美國人嘅。點解會咁咧？咁啊，但係咧，你會睇到就係令到佢哋可以嗰、那個佢哋本身可能身體再差啲，佢哋就咁登出嚟啦。但係竟然咧，佢哋會成個睇法唔同咗。唔同咗，咁我擺咗呢啲咁嘅 individual case 喺度咧，就啲唔同嘅大學擺咗啲數據出嚟。而而家啦，就係、是、其實我哋人生裏邊咧所經歷嘅嘢咧，所經歷嘅我哋可當好大件事，但係只係1% 啫。另外99% 係我哋對嗰件事點反應啊。咁咧就再去度時候咧，其實我哋所有身體頭先講話嗰啲 cortisol 會升高啦。我哋 hippocampus 會記得嗰啲唔開心嘅嘢咧，有個 study 就話，既然有 emotional support 嘅人，即係佢根本上係未必有朋友去同佢解呢件事，但係咧佢竟然個心裏邊已經調定咗啦，佢嗰啲 DNA 受傷害咧唔會同一個受傷害，因為傷害唔到啊，因為佢本身心裏邊已經有咗預備啊嘛。呢、这個係爭好遠，係咪爭好遠啊？
咁總共夾埋咧有幾多 study 咧？啊，呢個又係好得意，因為咧，當有咗 AI， 你就可以數曬有幾多 study 咧，係過3000嘅 study， 話如果你相信有靈魂咧，係會對你嘅身體健康有幫助，啊，好緊要啊！哇 ，OK， 好，唔該曬趙博士，我哋呢一節先講到呢頭先，我哋稍微等趙博士休息一陣啊，去一去廣告，廣告之後見。半岛如和轩位于风景如画的 Birmingham， 以其精致的粤式火锅闻名，五市现更提供经典点心和美味小炒，菜单丰富，超过百款选择。半岛如和轩秉持追求鲜美的原则，汇聚多种优质食材，打造最健康美味的顶级美食和一流服务，给你的美女带来极致享受。华丽高雅的用餐环境可容纳18席，适合豪华婚礼、生日派对以及团体午宴和晚宴。欢迎订座，电话650-692-8888，地址1600号 Obey Shore Highway Birmingham。有颈肩腰腿痛，揾欧阳老师啦，湾区第一治痛品牌。欧阳老师专睇西医医唔好嘅各类痛症，疗效显著。预约电话650-888-2310，650-888-2310。好消息，好消息！田木林牙医博士扩充服务到东湾一桥包，郑英就牙医诊所拥有34年丰富经验，20多位医生团队，有哈佛、三藩市医学院等等知名医院学府的牙科专科医生，为你提供最完善周到的牙齿服务。东湾牙医诊所地址1436 Fox Guide San Diego， 预约请电510-939-7246，510-939-7246。建 ADU 到找阿里建筑设计施工一站式服务，新建加建 ADU 设计施工一条龙，设计绘图包通过，省钱省事赚好多。电话408-500-0060，408-500-0060。如果你买屋之前请咨询华美税务，我哋有合法方法帮你交少好多税，生意赚得多。同样有好多方法帮到你，地址三藩市华盛顿街739号3楼，415-576-9318，576-9318。华美税务点止帮你填税表咁简单。星岛艺术教室开班啦！由著名畫家陳萬祥導師任教，陳老師的作品曾獲國際大獎，並且用30多個國家的文字全球發行，為承傳中國藝術，陳老師悉心傳授，讓青少年領悟學畫的技能，培養愛好，以及不斷增強和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學習期間將會舉辦師生的習作展，以及參與公益活動，讓學生能夠走向社會，對日後升讀大學增添多些的技能。過畫班更可以讓學生能夠領悟藝術的修養，享受對美的熏陶。從未用過毛筆會手震震的學員不需要擔心，有導師獨特的教法，只需上課8次，學生就會容易學會了國畫的要領，並且作畫會得心應手。星島藝術教室名師指導，價格合理，每小時只需50元，一堂2小時，青少年班及成人班現正招生，報名熱線650-808-8888，650-808-8888。健康大數據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好，翻返嚟今日第二节嘅健康大数据，咁我哋继续有请赵博士同我哋讲一讲我哋嘅信仰同我哋嘅健康之间嘅密码吓。系啦，呢个密码咧好值得解到佢啊，因为咧如果你装支香啊，就系话俾上一代你第一个记住佢啦，就尊重啦。但系有人亦都话系俾佢哋有啲食物噶，系咪？即系当你落咗第幾多層嘅時候，如果有人裝香，你會有啲嘢，或者燒咗啲嘢咧，可以喺下一個人生裏邊有啲物業啊，或者有啲人陪啊，可以咁樣嘅喎、啊。所以有拜山咧，就係為咗咁樣啦、我哋所講嘅清明去拜山啊。嚇，係咪啊？有幾得意喎，有件咁嘅事喎、啊。咁然後啦，你又話睇下，如果講 Christianity 裏邊咧。就話如果睇聖經咧，又係會有啲有俾個靈魂食翻啲嘢啊，咁咧就如果食咗啲説話咧，那個靈魂就會飽滿。咁我哋首先講人食物先啦，人食物起碼會幫到我哋去明白點解唔同嘅人都有講過有靈魂，就係、是、靈魂要食啲唔係我哋一般人食嘅嘢咧。咁啊，咁我哋一講起人食啲乜嘢，你都同我做過節目啦，其他主持都做過節目，就知道有啲嘢唔好食。有些東西應該吃，有些東西吃得多一點，有些東西平時吃了
但食得太多又唔好嘅。咁我哋如果攞嗰套嘢搬入去靈魂嗰邊咧，就會好少少。但我首先咧，我哋呢一節咧就講下炒飯先啦。今日咧就啱啱正正香港就講起我中意咩叫做揚州炒飯，而健康嘅揚州炒飯。咁如果要健康啊，就如果唔健康，唔相信健康嘅就唔需要聽呢一橛嘅。咁啊，因為你食咩炒飯都唔緊要，但係咧炒飯咧同撈飯有分別嘅。如果叫得佢做炒飯咧，就一定喺個鍋度炒出嚟嘅。如果你咧係喺個鍋度暖暖地，或者喺個飯煲暖暖撈埋曬啲嘢咧，咁、那個叫做撈飯啦。咁所以咧，如果你係要炒飯咧，揚州炒飯咧，首先係啲飯要炒嘅咯。咁但係未去到炒嗰下，你覺得啲飯係應該係隔夜咧，定話新鮮嘅咧？這個又已經可以未去進入靈魂之前咧，我哋可以睇下。究竟炒飯應該是如果有個健康角度呢，那就應該是吃新鮮的啦。但是新鮮很難炒啊，你說對了，是非常之難炒。如果你當煲飯那麼濕濕疊疊地弄呢，那就是了。但是你可以煲飯的時候落少些水的嘛。落少些水呢，就即刻那些飯呢煮完出來呢就炒得到的了。就炒得到的了。那個比例呢就是洗完米之後呢嗰、那個一比一，我中意啊！嗱，我首先咧唔會計咧，就係我倒咗幾多米出嚟嘅，因為我倒咗幾多米咧，如果我係要洗佢，咁佢會多咗重量，一米係會索水噶嘛。洗完之後，咁然後啦，你加翻一個一比一嘅比例咧，你咪喺嗰個喺個 balance 度可以 balance 到嘅，咁就係真係少過你平時想佢去濕啲嘅。咁但係嗰啲飯咧就會有啲黏黏地啊。我亦都有陣時中意咁樣食嘅添，咁就咁咧。如果你咁樣做法咧，跟住用佢嚟炒飯咧，就好好噶啦。有呢、這個嗱，呢、這個 step number one。第二啦，就係究竟落雞蛋咧，係攪勻咗佢，即係打咗啲雞蛋啦，定話唔打雞蛋，定係打完之後咧倒落去嗰啲煲好咗個飯嗰度啊？嗰啲新鮮飯如果煲好咗嘅，就會變咗係金包銀噶咯。蛋唔見曬，但如果我倒咁一部分先至擺落去咧，先擺落去個鍋度咧，個鍋慶熱咗啦。咁呢個好重要。如果由健康嘅角度咧，個鍋咧千祈唔好開到行出曬煙嗰啲。嗱，好多人就因為佢唔 smoking 咧，佢都唔夠熱嘅。咁你諗下，第一有啲油咧係承受唔到咁熱嘅，佢冇 smoking 咯。咁佢出煙唔代表個鍋係熱啲嘅，只不過個鍋佢話個油頂唔順嘅啫喎。咁你譬如擺橄欖油，佢頂唔順，佢好佢一個低啲嘅温度已經係會出曬煙啦，就唔健康啦。咁變咗我哋用油要提升，譬如橄欖油根本係承受唔到 smoke point， 但係牛油果油就可以承受好高嘅 smoke point， 或者一啲豬油啊、一啲鵝油啊，呢啲全部可以承受高温嘅，你就唔使去到咧，連佢都出埋煙，因為咁就好高上加高嘅咯喎。係咪唔使咁高喎？咁啊，擺少少薑落去可以 test 到佢有少少bubble 咧，咁你就見到係夠熱噶啦。另外就係你擺筷子濕咗少少個筷子擺落去，都睇到佢有 bubbling 噶啦。呢個又係一個可以分別到嗱，又係講緊健康，就擺油落個鍋嗰度，然後啦就係你啲蛋中意點落。我自己咧就中意咧打兩三隻蛋落去時候咧，就好似煎荷包蛋咁樣嘅。跟住咧，然後咧，俾佢少少時間，嚇個嗰啲油攞好咗啦，係夠熱啦，咁然後擺落去咧，咁然後咧我就篤開佢，隔30秒啊，60秒咁啊篤開佢咧，咁咧就有啲黃有啲蛋白咯，咁然後我就加我啲飯落去裏邊啦。我有機會有陣時中意金包嘅，即係金包銀咧，你咪攞少少發咗個蛋，即係一隻咁啦，發咗個蛋然後撈上邊。啲飯只要夠分開咗嘅就得噶啦。日本人有個方法就係做緊呢樣嘢嘅時候，篤開啲飯，篤篤篤篤篤咁用個鑊鏟篤佢啦。油啊，你可以加落去，但係我有時唔加呢個嘅。一早就整定咗咧，啲蝦仁啦，或者蝦啦，一早就整定咗嗰啲豬。嗱，我唔落叉燒嘅，因為叉燒咧好多時候就有豉油啊，有其他嘢。炒飯呢亦都係千祈唔好喺側邊揀啲豉油，諗住啲香味走出嚟，因為嗰個側邊嘅鍋呢，雖然咁樣嘅方法係啲古方嘅方法，但係個味道呢
整出嚟就有個負荷，個負荷係乜嘢咧？就係會製造一啲叫 AGE， 呢啲叫 advanced glycated 嘅 glycated 嘅 compound 啦。咁呢啲咧就係會製造 DNA 傷害。咁我哋唔係為咗個味道就是、DNA 傷害啦。仲有豉油本身有黃豆，避免黃豆就可以避免減低康復能力。咁食個揚州炒飯就唔一定要減低康復能力噶。咁我哋點樣咧？就係、是、魚露係一種方法啦，魚露。咁另外啦，就係我哋之前咧講過話，如果攞啲帶子變成咗光搖柱咧，嗰度剩翻嗰啲汁噶啦，嗰啲汁咧其實咧亦都可以擺落去嗰啲揚州炒飯度，咁有陣鮮即係海鮮嘅味道，經過啲帶子，咁你有陣時咁啱配搭你整緊啊光搖柱嗰個 recipe 時候，你可以側邊去做一樣咁嘅嘢，啲豬扒咯，煎豬扒。一樣好似叉燒咁切開咗打橫切，跟住打翻洞咧，咁又一粒粒咯。咁你就如果你話啊想上翻啲顏色，好似叉燒紅紅地嘅，可以用 paprika。paprika 咧係一啲spice 嚟嘅，可以整咗落去咧就變咗有啲紅色。即係如果想顏色，咁然後你中意用，如果想個級數高啲嘅，就唔一定用青豆，青豆就即係多啲草味啦。咁如果你係用甜豆嘅。裏面的甜豆剝了殼裏面的甜豆，那又是可以即是提升那個感覺。好了，如果食物呢，當我剛剛這樣解釋這種食物這樣煮法呢，你會不會說哇好覺得很開心啊，很舒服啊，這個就是令到我們的那個感覺非常之好，而對個靈魂呢有沒有幫助呢？食物呢，當你吃得它開心，不是求其食為了食，吃飽它呢，咁又係會幫助個靈魂，會 feed 個靈魂嘅。係，因為我而家已經俾趙博士咧勾喺度，搞到我而家好鬼肚餓啦。俾佢講嗰兩講咧，我而家肚都餓埋。好，我哋稍事休息陣，等我飲啖水。我哋去一去廣告，轉頭翻嚟繼續聽趙博士講。唔該曬，趙博士，稍等啊，廣告之後見。有你一路有我，分秒精彩，星岛中文电台。你现正收听的是星岛中文电台粤语台。今年春天 ，Porcelanosa 助你实现梦想之家，在四月五号至四月十三号优惠期间，墙砖、地砖、橱柜、浴室、梳妆台等商品全店通通六折。欢迎来临湾区任何一间 Porcelanosa 展厅，开启你打造时尚优雅高级的家居空间，完全契合你的品味风格，设计你的梦想家园。对 Medicare 联邦保险有疑问，参加 CCHP 免费健康保险研习班，由我们的 Medicare 保险专家解答你的疑问。免费报名热线415-869-6812 415-869-6812。妈，呢度就系百灵园啦！呢度环境山清水秀，背山面海，真系先人安息嘅风水宝地，仲可以保佑子孙事事顺利。就系唔知喺度买幅地贵唔贵呢？清明节期间，百灵园有特别优惠，预购幅地及殡仪规划可高达25%折扣优惠。喺4月5号或之前购买，可额外多5%优惠添啊！查询电话888-691-9026，888-691-9026。刘伟牙科医学博士，专医植牙、牙周病、牙齿美容，采用先进 3D 植牙技术，无痛安全，收费合理，并有可负担分期付款计划。刘伟牙医博士诊所地址：唐人寿 Power 街1421号，预约电话415-362-8868。我是 PG&E 的 Eddie， 如果你在家或者公司闻到煤气味，请尽快撤离到安全的地方，直至闻不到煤气味为止，然后打911，快速反应人员会到场处理，确保你和社区的安全。圣安祖建威厨柜建材，3月30号春季开仓，大特卖，所有现货产品将以震撼低价再九折发售，优惠活动只有一日，记得揸紧时机啦！建威喺圣安祖 Williams 街2048号，电话510-895-8182。拓展国际视野，融通中西文化。
由星岛日报、民警假期主办，体验中国夏令营、皇朝古都、熊猫守护、创新科技，提供六条线路，月底前报名减$100，全程专业英语领队，费用包括国际往返机票、食宿、体验课程同导游小费。线路详情请查阅近期星岛日报。报名专线：民警假期南加专线626-300-1111，民警北加州专线415-876-7888。媒体赞助：星岛日报、星岛中文电台、华报访客中心。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好，翻翻嚟今日第三节嘅健康大数据，我哋继续有请赵博士。哇，我已经口水都流埋啦。系，好啊。我哋哇，你睇几开心，一讲起啲食物，如果你能够谂下猪扒要整出嚟啦，已经系要摆心机啦，亦都最好就系新鲜啦。啲虾仁整咗出嚟嘅，或者啲大啲嘅虾，你系一早整好咗、煮定咗，先至捞，先至即系加翻落去，嗰下就捞啦。因为炒饭，扬州炒饭咧，但系嗰啲配料咧就系捞落去嘅啫，差唔多系咁啊，唔使点样去整佢嘅，一早整好咗噶啦。咁嗰个心机咧系食得出嘅。我成日都教啲人就话，如果你能够咧，譬如整咖喱咧，我今日又系教整咖喱。咖喱咧，如果你咖喱有好多种噶，有广东咖喱、泰式咖喱。點解要加啲椰子奶落去咧？係因為佢煮個方法咧，嗱咖喱咧主打咧就係要令到嗰啲香料咧，佢嗰啲 spice 咧出咗啲味道，個 aromatization。咁而咧做呢樣嘢有好多種做法，好似我話炒飯真係有好多人係用隔夜飯，但係就唔係一個健康角度。咁你諗下，如果啲 spice 係抌落啲油度炸佢出嚟咧，嗰、那個温度高成咁樣，其實就唔需要嘅。我中意香口嘅嘢，但係我唔中意去到炸嗰，因為炸係冇 art 嘅，你咁抌上去有炸油就得噶啦。啊，但係煎咧係有技術嘅。煎是有技術的，你不要煎到它即是變成、你看它用來做什麼咯。如果你煎香它的，只是煎香它，你不用煎到它是香了這樣嘛，不用煎到它乾了嘛。所以這個就是要靠技術和要看和經驗、啊、如果你 是整 aroma 在咖喱上，你的 cumin、啊、你的 coriander、啊、那些呢全部是不需要去抌落啲油度嘅，你可以係乾去喺個乾炒佢，乾喺個鍋度咧咁樣做咧，已經會出咗啲姜黃都出咗佢啲味道出嚟啦。呢個係好重要嘅，由健康嘅角度啊，因為你相信健康，你咪要用健康嘅角度咯。除非你覺得健唔健康都係咁噶啦，咁啊變咗就唔同啦。我哋開始明白，如果係食物都有咁大分別，豉油都要睇下。应不应该落在旁边，鱼露或者甚至咸鱼都要分梅香定话唔梅香嘅，普通咸鱼嘅梅香只是讲佢沤过湿湿地嘅，所以梅香咸鱼咧就最紧要系佢摸落去的时候淋淋地嘅，但系如果佢实嘅咧就系话嗰度有啲问题啦。如果系实嘅咸鱼咧，而佢淋淋地嘅咧，但系佢写住实嘅咸鱼，咁即系话佢有问题啦。即系当你识得分。就會好緊要啦。咁而家講咗，講翻到靈魂嗰度咯喎，離開我哋食物啦，就係咧，原來咧，健康嘅關係啊，間中可以有啲去運動嘅時候有健康，即係覺得自己係去運動嘅時候唔係好辛苦嘅，唔係索曬氣啊，運動完都俾人打身嗰啲咁嘅感覺啊。翻工啦，你份工作你覺得？翻返嚟屋企時候咧，嚇、我中意我份工作嘅，啲員工同我咧，大家咧，同埋我所有啲老闆同我咧，都有個好嘅關係，呢、這個咪叫做一個 fulfilling 嘅 career 咯。但係一個負面嘅咧，就會話其實我咩都冇，我所有我嘅價值就係我份工作，我性格亦都係俾我工作定嘅，呢啲咪唔健康咯。仲有就係、是。healthy relationship 健康的關係就不是話另外那個人恰對方，跟住咧，然後咧隔離嗰個就 EQ 高頂住嘅，
即係個隱字咧，如果要咁樣寫法咧，咁就會有一個嗰、那個刀直情喺個心上邊咧，就好麻煩噶啦。咁仲有啊，就係 spiritual practice 啦。究竟係人哋叫你去啊，定係自己有個啊有個定位喺度嘅？呢啲好重要喎。係嘛？呢啲好重要啊。咁主動同埋被動嘅關係。係啦，係啦。咁然後啦，咁我哋就又要講下咧。人如果冇希望嘅時候會點咧？即係好似食物咁樣，冇食物就有機會 no energy 啦 ，no energy 就唔可以繼續啦。應該照計就係咁噶啦。但係唔係喎？我見到人哋食薯片嗰啲唔係健康食物，佢一樣有 energy， 佢一樣可以繼續喎。所以我哋唔可以分到就話冇同埋有，我哋要睇好似頭先講炒飯個 quality。有啲人中意啲炒飯咧，除咗隔夜咧，仲要炒嗰陣時候咧，佢仲要跳嘅添。即係咁啊，仲唔係乾得好緊要？即係人係需要水分，同埋啲水分應該喺啲碳水化合物裏邊。如果你啲碳水咧都俾你整到佢冇曬水咧，咁佢個毒素咧，大家都知道碳水化合物，現代人而家知道咧，唔好食咁多碳水化合物喎。呢個係錯得好緊要，因為唔係冇食同埋有食同埋好食，係講緊食嘅時候係食咗啲乜嘢碳水化合物，乜嘢米啦。啲米係咪隔夜咧就已經唔係啊？我有食啊嗰啲糙米啊，或者我有食啲健康嘅嘢，冇啊。但你食隔夜噶嘛？隔夜同埋健康係兩樣，係有一個好重要嘅 subset 要分開啊。因為隔夜嘅任何嘢咧都唔係對身體好噶，佢已經係變咗質噶啦。咁好啦，隔夜嘅仇恨咧，究竟對我哋嗰個靈魂好唔好咧？隔夜仇，哎呀，呢个犀利啦！近排个世界咁唔太平啊，有好多种族之间嘅冲突咧，啊，有好多啊，甚至系恐怖主义啦，不断咁啊喺度为祸人间啦。咁而家呢个话题好紧要啦，隔夜嘅仇恨究竟会点？好，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专门请赵博士同我哋讲一讲呢个方面嘅问题。好，广告之后见。俾家人幸福美味，都唔好忘记俾自己健康冇油烟味。硬化涡轮变频抽油烟机，创新嘅变频科技，油烟瞬间秒杀，抽晒油烟味，剩低幸福味。电话510-268-1188。碧桂园功夫茶楼周年庆，逢星期一到五茶市推出红烧乳鸽加任选五款点心，只售48元；北京片皮鸭加任选五款点心，都只售68元。碧桂园喺604号麦阿瑟 Boulevard San Angelo， 电话510-562-2828，优惠只限堂食，每台限一套。你想生活要多点颜色，无论任何颜色、材料、价格，红莲都可以帮你。顾客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sincerehomedecor.com， 预约喺店内或网上体验属于你嘅免费非厨房设计服务，再配埋我哋代理各国名牌厨房浴室、家居产品，舒适生活由此起。欢迎光临屋邻，南沙凡士、Santa Clara 湾区4间分店，专业团队为你服务。红莲家居建材，为美满家居添色彩。阿 Joyce， 喂，乜你睇落咁攰咁啊？哎呀，铺床褥咯，硬系唔啱 key， 瞓到我腰酸背痛，我真系受罪啊！去 K&M 力格床垫专卖店拣翻都啱噶啦，佢哋有各种嘅尺寸，唔同软硬度选择，梗系试到啱先买。佢哋嘅椰棕硬床垫同其他牌子喺硬直上系有明显区别噶。咁我即刻要去力格床褥试试先。K&M 力格床褥专卖喺三藩市362号 Bayshore Boulevard， 电话415-550-7890，415-550-7890啊！欣喜報告，卓越牙科沈維信牙醫再度榮獲2023年優美鑽石牙醫大獎，成為全美最傑出嘅植牙醫生，提供患者卓越保障與承諾。沈醫生有20多年經驗，每月進行100多次植牙手術，所有手術保證由沈醫生親自負責，並引進優美植牙機器人，提升手術準確度並減少疼痛。而家單顆植牙僅需2500元，卓越牙科喺San Bruno，電話650-589-8658-589-8658。Cricket 接风传讯连同星岛中文电台粤语台，将在3月29号今个星期五在三藩市 Irving 街1905号接风传讯门市部举行现场直播。当天节目主持人有粤语台主持麦长红、DJ Pamela。直播时间是星期五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现场观众有机会赢得价值60元10000毫安电葵式充电宝、价值40元汽车无线充电器、电脑包、Cricket 书包等精美礼物。
机会难得，唔好错过啦！约定你今个星期五中午12点至下昼2点，三藩市 Irving 街1905号见啦！查询请电6508088888。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4:48翻返嚟今日最后一节嘅健康大数据，咁我哋继续有请翻赵博士同我哋讲一讲，就恨如果隔咗夜，究竟会对我哋嘅健康有乜嘢影响吓 ？Rainy 亦都对呢个好感兴趣，因为我哋每个人日常生活当中啊，有句古语都叫啦啊，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咁我哋点样去珍惜嗰个一二？点样嚟到面对呢个八同埋九呢？好啊，真的很可惜，现在已经去到第四节，我很快这些东西可以讲这么久。这件事其实因为 有出版社呢就追了这件事很多年了，问我就是那个研究关于一些什么，其实就为什么用炒饭这个角度呢，就是因为很多人炒过饭，很多人一讲起炒饭就知道是什么，扬州炒饭当然是叉烧和虾，梗係係隔夜飯，跟住就開始大家諗啦，喂，唔係必係咁嘅喎。咁如果係隔夜壽咧，我哋能夠拎咗佢去呢個靈魂，因為既然咁多人都知道咩係靈魂啦，都有相信有靈魂啦，唔同宗教都有啦，只不過佢相信係點樣餵嗰個靈魂，同埋做啲乜嘢嘢啫。但係你知唔知道點傷害個靈魂咧？其實係大家都做緊，隔夜壽就會相信傷害個靈魂啊。咁仲有喎。仲有啲嘢咧，就叫妒忌啦，令人哋有妒忌啦。譬如我揀去對一個朋友好啲，或者揀去對一個小朋友好啲，另外一個小朋友我對佢冇咁好嘅，呢個咪會令佢妒忌嚇，會妒忌嘅喎。但係嫉妒咧就唔同嘅喎，嫉妒有冇嘢加啊 ？Rainy 有冇啲嘢講關於嫉妒呢樣嘢啊？呢種應該係我哋人。即係出世就帶住嘅一種原罪嚟嘅啊！如果有聖經上邊講嘅話，咁同埋呢啲係咪我哋人類嘅劣根性嚟嘅咧？即係與生俱來。係啦，佛教啊、道教啊、唔同嘅宗教都有講過。但係咧，如果我哋一講嫉妒咧，即係譬如我今晚食咗個。哇，好正嘅嘢，我影低俾你睇，睇下我有你冇啊咁样。咁呢个咧就系刺激人啦。咁呢个系叫 social media 嘅嫉妒啊。你睇下我人生里边几正，跟住然之后个个就喺度睇。点解咧？佢想有多攞 view 啊嘛。咁佢攞 view 就摆呢啲咧，佢去嗰啲vacation 啊吓。咁然后咁就系啦。眼球系啦，哇！咁你睇下，为咗吸引人哋嘅眼球，系啦。咁有 social media 好多种做法噶，哇！你睇下我而家即系有啲女士咧，佢着件衫人哋买唔到嘅，或者咧有啲人揸架车你又揸唔到嘅，或者甚至啊佢着条泳衣嘅，佢睇下佢个身材咁嘅，你有冇啊？咁嗰啲咧都系，亦都 media 好多时候佢会借用呢样嘢，因为佢都需要眼球噶嘛，所以呢个咧。當 media 而家變咗係有，即係可以借用呢個嫉妒嚟攞到多啲眼球咧，咁就麻煩咯。咁就真係，究竟係邊個捧緊咁多呢啲咁嘅嫉妒出邊咧？仲有第二啦，就是、professional envy 咩嚟嘅 ？professional 嫉妒就係翻緊工時候咧，唔知點解咧嗰啲咁嘅 work politics 咧，就係梗係升佢唔升你。啊，咁然後咧，仲要踩多兩個，你睇下，一定係你冇用啦，一定係你唔夠啦，睇下我幾犀利。咁啊，第三樣嘢傷害靈魂咧，就係個 material possession 嗰個嫉妒啦。哇，即係你真係好想攞咗佢啲嘢，日日就諗咧嗱，已經嗱放工啦，繼續諗緊嗰個人啦，呢個就係自造自製嫉妒啦，嗰個傷害啦，繼續傷害啦。被人整完之後，自己仲整翻自己喎！啊，呢個係好嚴重嘅問題嚟噶，呢個好嚴重啊！咁啊，好啦，然後父母嘅嫉妒，話俾你聽啦，你睇下，睇下人哋嘅細路仔幾乖，睇下人哋幾成功，制度緊嫉妒咯喎！
咁啊，然後啦，自己嗰個已經唔得啦，或者唔係太好，但你仲火上加油咧，整到佢咁咪傷害緊佢個靈魂咯。咁傷害個靈魂點算咧？好慘噶，因為傷害靈魂，佢大家都唔知道原來係傷害，大家都唔知道原來啲炒飯啲飯要新鮮整嘅。但係我哋而家開始講下嗰、那個希望喺邊度？嗱，你俾希望啊，希望就係令到靈魂有嘢食噶。靈魂好中意食希望，但係靈魂咧就好唔想咧冇希望啊，甚至咧如果係嗰個疾度變成隔夜仇。哇！即係直情係咧，你覺得除咗又要妒忌嗰個人，同埋仲有嫉妒咧，你直情想佢咧死啊！你日日就想佢死。咁喺工作上面做過個 study， 我擺上 Facebook 2018年，係發現呢啲人咧有咗呢一個問題時候咧，佢會令到公司嗰個運作有問題，政府嘅運作有問題，國家同國家嘅嗰個關係有問題，而咧。音樂呢，上個禮拜我哋講音樂呢，既然可以唱下 acapella， 聽下自己的聲音呢，音樂可以 stimulate 到我哋啲記憶呢，去醫返好我哋個靈魂㗎喎。所以你話幾多嘢，即係我夾硬而家喺第四節就塞晒落去啦。咁就係話，當我哋可以擺落去其他嘢度，令到自己 calm 啲，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唔好淨係靠忍。有把刀在心上，要用另外一種引法。另外一種引法呢，就是去靜修靜下來，就不要下下即係人哋同你整咗啲咩嘢之後，你就同佢大嗌啊、嗌交啊嗰啲，又是對個靈魂不好的。但係對個靈魂好咧，反而有陣時係唔出聲，但係唔係忍住，即係繼續製造嗰個嫉妒啊、妒忌啊，係真係叫做我放低啦。我是知道呢樣嘢係對我個靈魂唔好，所以我唔陪你癲，我唔繼續做落去。呢件咧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知識，寧願唱翻首歌去解翻自己嗰個唔開心。呢個就係點解喺音樂上邊咧，佢哋發現咗可以音樂可以帶好多，甚至可以減低人哋打仗啊，減低摩擦啊。如果適用嗰啲音樂嗱，如果唔適用嘅咧。是怎樣呢？就開大個嗰個嘢，縫住佢啊，跟住然之後咧，踩住即係揸快車，跟住然之後完全唔飲，再加上懟幾支酒落去，因為哇酒都係可以麻木啊嘛，麻木唔係解決喎。咁所以呢個要分別到咧，乜嘢係靈魂，信唔信有之後咧，係要睇下乜嘢會令到個靈魂咧。是多了嘢食，而靈魂如果缺了很久呢，之後呢再有嫉妒和妒忌呢，就會有很嚴重的隔夜仇。有些人也說我們大家不聊天，又用一個不聊天，或者只聊正面的東西才好聊的，也都不是解決。因為我們上個禮拜說就是 sad 的音樂呢，竟然可以令到有 bittersweet 的感覺出來。我哋唔好淨係話，我哋要所有正面就係正能量，所以我哋全部啲負面嘅嘢唔講。當你唔講咧，亦都可以製造咗一個膠布咧，搣出嚟咧，原來裏邊仲係爛緊嘅，係啦。OK， 好，唔該曬趙博士，我哋呢個話題可能要繼續延續到去下一期啦。我哋下一期 opening， 我哋可以繼續啊。不過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辛苦曬趙博士同我哋分享咁珍貴嘅我哋嘅健康數據。好，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